26日，陈怡蓉、王传一、昆达参加偶像剧《遇见幸福300天》的粉丝见面会。由于陈怡蓉在剧中扮演一位未婚准妈妈，三位主演在现场也比拼起了抱小孩和打扮小 baby。有职业奶妈帮助的王传一顺利胜出。昆达即将生日，和女主角陈怡蓉的生日仅相隔5天，剧组特意送上可爱蛋糕为两人庆生。问及生日愿望，陈怡蓉语出惊人，竟直言想吸引生小孩。生日愿望吗？就希望我以后可以生到一个很聪明、很好带的小孩。因为拍这部戏啊，他是很认真的，就是怀孕很认真的生小孩，很认真的有很多个不同年纪的童星来演戏。然后在现场其实童星不是很好控制，然后就是有的童星就觉得特别聪明，感觉就是明明还是婴儿，但他会听5432。是动了想婚的念头吗？动了吸引的念头。在剧中卸下偶像包袱的昆达饰演一个不负责任的落跑负心汉，和陈怡蓉一样，因为拍这部戏他也动了结婚的念头，更透露上个月生日的妈妈已经许愿想抱孙子。看来正遭受催婚的昆达压力也不小。拍这部戏我觉得真的有像怡蓉说的，因为我们就是常常会在医院里面看到很多小 baby 啊，那再加上就是年纪也不小了，对，然后就觉得真的有这种念头跑出来，想婚跟想有小孩子的那种，对，因为今年我在帮我妈过生日的时候，因为她是前一个月，她就许了，她说希望可以赶快抱孙子。